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。首先要恭喜所有闯进总决赛的选手们，你们平日的努力和训练已经获得了很不错的成果，你们对于心算的热情和投入令人佩服。秀燕期许所有参赛者除了努力再拼更好的成绩之外，也盼望所有选手借由心算的训练继续探索发展自己的潜能，成为一个兼具逻辑思考以及应用所学的心算高手。最后预祝本次竞赛圆满顺利成功。